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其他三组的好戏推荐官再次请回到舞台上，有请他们。好，再一次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戏推荐官们。今天的这四出好戏都已经推荐完毕了，问一下我们二位好戏看官，今天这四出戏你们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很好啊，有文有武，有京剧，有地方戏，有民间曲艺，什么都有啊。有特别传统的，也有在传统里边创新的啊，我都很欣赏。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优秀的剧种跟那个曲艺的曲种，我觉得我们也是要感谢天津卫视好戏开场这个栏目，也希望我们这个栏目能够越做越好，让我们舞台上的所有好戏都能够呈现在大众面前。谢谢，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啊，今天这四出好戏到底哪一出好戏能够更加的打动我们现场的80位听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值。首先是我们徐昭黄、徐昭仪二位兄弟啊，他们的京剧《四平山》喜爱值是47。接下来是我们的陈兰芳带来的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最终喜爱值是63，恭喜陈兰芳。齐子路带来评剧《谢瑶环》的喜爱值是66。最后我们牛青兰老师的摇滚坠子喜爱值是71，恭喜我们牛青兰老师获得了我们今天的金牌好戏推荐官。来，我们二位老师移步台上，给我们牛青兰老师送上我们金牌好戏推荐官的殊荣。有请陈飞老师为我们今天的金牌好戏推荐官搬上奖牌。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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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郭老师。哎，恭喜牛老师啊，辛苦辛苦，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这个赢了的别高兴，输了的别气馁啊，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个人都非常精彩啊，你们都是演的好戏，谢谢大家辛苦，谢谢啊，感谢感谢各位好戏推荐官。好戏开场，戏韵悠长，我们的好戏还未落幕。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好戏推荐官要为大家推荐一出好戏，这位好戏推荐官就是我们的陈飞老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好戏越剧《秦探行路》。《秦探》这个剧呢，是我的老师傅全香先生在1957年上演的，剧本呢是我们钱汉先生和他的夫人安娥先生为我的老师量身定做的一个剧本，他的唱腔都非常的经典，每一个都拿出来都可以作为一个折子戏演出。特别是行路这一折，副派的唱腔呢，它是低荡起伏，婉转流畅，低音区呢它是非常的迂回，高音区呢又是非常的挺拔。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去观看我们的越剧《秦探》。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舞台交给陈飞老师。我服侍夫君多年，终于等到他高中状元，但他却狠心将我抛弃。太深夜，求求你帮我捉拿负心的人吧。
原来
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推荐的吧？二位兄弟先来。希望大家多进剧场，多关注我们整个的戏曲行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粤剧，也支持我们这一辈的粤剧演员。谢谢。